这首表哥陆晨，陆言辰。哎，你觉不觉得我们特有缘？怎么看出来的？你看，你的名字最后一个字是晨，我是晓，晨晓，早晨的日光，嗯，很配吧？小卖部的老板说你上午拿了一包干脆面，让你放学的时候把钱送过去。知道了，帮我把早上的干脆面钱给结了。有个小姑娘已经给过了，她说你今天比赛拿了第一，我请你吃了。那我就再买点东西吧。谁放的？哦，晨哥让我放的，他说你让他帮你买的。你回家吗？不顺路吧？送你回去，免得你不看路，把那边的也摔。我们家可远着呢。又不是没去。悄悄吹动，我们先说好一件事。好，在一起了就不许分手。陆晨，你要敢跟我分手，我就哭死给你看。不许玩玩，保证。那是，怎么吵架都行，就是不许分手。你别笑，态度端正，认真回答。你没想认真。